静的，固执的心是感恩的。生命电视与您心心相系。接下来，请收看《海涛法师弘法行》。你很简单，但你要记起来。我的特点可能跟别人不一样。我听一句真理，师父说的，看一本经，一世人跟死我就按照这样在做。只要你是相信这是真理，这是佛所说的真理，就算那字句不记得，但是那思想百分之百，我就是这样出家。我看地藏经，我看阿弥陀经，看药师经，哇，这就是真理，这经典拢无咧冲突嘞。读几百册，读偌济册，赚偌济钱，还不如去看到真理。不但无冲突，所以百分之百，我就马上改变了。你既然看到了，免介讨论啊，百分之百按照安尼去做，迄是咱的生命，这是假的。哦，原来咱的生命是地藏经，哇，咱的生命是普门品，咱的生命是释迦牟尼佛的传记。去个实践，所以释迦牟尼佛不是人，不是过去，不是未来，伊是个真理。你看到佛陀的传记，那你的心就变佛陀啊，跟真理合在一起，安尼去做佛陀的做的代志。所以我要出家，迄阵35岁，我太太讲，你要出家，我佛陀人35岁，就幸福啦，我过来都要混，迄个是佛陀，迄个不是你啊，你也知我唔是，就是唔是，我嘛爱拼，爱个练习。然后幸福就安尼出家啊！当然，伊的重点是你卖出家，我的重点是我要出家，各说各话。啊，我讲你看，你看这传记，跟我看都无同款。我看到我就要来做这件代志，啊，你看到是讲，这个未歹，未歹，跟你无关系。哎，释迦牟尼佛未歹，阿弥陀佛未歹，哦，地藏未歹，未歹，啊，未歹，你要友好老母啊，那也是跟老母相处安尼。所以讲，哎。哎呦，这个法忍，什么叫法忍？你既然了解这个法，你做不到，你嘛爱接受，因为你皈依啊嘛。你连皈观世音菩萨，你可能没人啊，安尼足无道理，因为你皈观世音菩萨，你阁无慈悲，安尼就唔对。你咧读心经，你阁咧爱念，哦，我要爱，我要无爱，啊，你甲法无合不一体，迄个咱善根无够，福报无够，多忏悔，多累积诸念，好。啊，你有了解无？啊，好啊，大家拢金丝丝啊，卖特别拢要来修改，特别拢迄种面啊呢。啊，生心生心，反正我要参加一百讲八遍，
外表参加，内底无参加，安尼变成一种压力，压力。我们要内外如一啊，所以各位一个人啦，听佛法咯，面都会开呢。阮师父定下讲啊，一个人啊听佛法咯，得到法喜哦，迄五官就打开。打开面就敢那门拍开的意思，迄就是敢那怎规个开去啊？对嘛？心情歹变开去啊！这个法已经进入伊的心啊，伊完全接受啊。助念在时哪里助念？这个要往生的安尼，目睭夹夹安尼艰苦，哦，你个念念伊面开去啊！啊，伊完全要接受这个法啦，伊完全接受阿弥陀佛啦，伊对世间放下，所以伊皮肤就嫩啊，对不对？面上都好看。目头角角都无去啊，嘴都合起来，所以皮肤都显现好相啊，顶顶啊，所以各位这爱看你家己，你即马筋足硬呢，所以你会足酸啊，足酸。按摩就是要将你的筋络拍好通，哎，唔知松松，哎，什么意思？叫松松，软软啊，安尼就讲气通啊，好啊，安尼，人会晓摸的，从我去用摸哦。阿叔，你这可能二十年唔捌按摩，你遐厉害啊！啊，你摸一下就知，我摸几根嘛唔知，人家各有专业啊。但是他可以感觉，因为他摸久了嘛，他一摸就知道这个都会塌掉。啊，咱好好的人是心，我什么时阵塌掉我拢知。啊，你知影你家己，你才知影别人什么时阵塌掉，了解无？我讲诶，你要练贪心通吗？你有贪心？啊！你有法度合乎你的贪心，啊！进一步关心别人有贪心，对无贪心的人哦，足欢喜；对有贪心的人，你尽量给引导、教化、感化，让伊的贪心跟你的贪心拢无去，因为你对有贪心甲无贪心的方法你了对啊，你嘛去帮助伊安尼啊。啊，各位一定来练习啵，贪嗔痴慢疑，每一个人的心态是啥物？啊，我嘛有，我有幸福的过程，啊，我嘛拍拼去幸福别人的心，后摆你就有这种的他心通，还了解吗？安尼你就袂惊，啊，你嘛袂冲动，因为你看这，啊，这无要紧，这对台南甲外岛，我走几百遍啊，你放心啦，我目睭开开嘛到安尼啦，啊，你就你敢讲嘛袂惊，啊，你敢引导嘛袂唔对路，啊，但是你这嘛唔知，我毋捌去过呢，我带你来去，你嘛好啊。坐到高雄去啊！所以各位，你为了帮助众生，你一定要练习调伏自己，也不会很困难呐。根本都无一个我个贪啊！你有啥物贪？我都还在等几工的啊！一切拢是假幻化，你爱家家己讲啊！你就把这个贪变成智慧了。贪生，贪跟灭，贪的本体也是空性，啊、你来家己观察。不要跟他排斥啊！我不好了，我不落音了，嘛不要嘛多。所以，那你对一切众生的烦恼，你拢会知呀。所以，一只狗啊，你想什么？所以，一只狗遐在想什么？你们那卖插伊呢？啊，因为狗遐在想目无目睭，伊就是在找食物，啊，伊派伊出来，啊，你若给伊吃，小等就去带规定来，安尼。你在想哦？啊，所以狗遐就可怜，啊，别安怎给伊吃，啊，佫袂互打死，啊，过来。各位给他倒上讲，你要去想伊。那你要这样慢慢慢慢，你的心才会打开啊。所以你的心要打开，你要关心众生，因为我们在追求的是大智慧，不是个人解脱的小智慧，就是一切智。那来了解一切众生诶，厚厚拜拜叫做菩萨智，叫做道种智，各种的方法，各种的种类啊，你讲好多弯弯或者弯弯的地方。所以我现在跟各位说这个你一定要学，虽然有很多人修菩萨戒，他没在做菩萨，他拜都是为自己为子孙，你要想到整个台南要怎样，整个高雄要怎样，哦，整个世界要怎样，你要关心，你要看报纸，你不可以说、啊、我整天 在念佛，我有时间看报纸、啊、你也没在了解世间、啊、你也没在报纸里面一天看半点钟，好不好？半点钟就够了，了解那边我给他倒三天，所以因为你不可以说、啊、日本的风台跟我没关系、啊、英国的脱欧协议跟我没关系、啊、那这样你不是菩萨。欧洲的问题，缅甸的问题，缅甸边境有一些问题、啊、泰国的问题，泰国老百姓、啊、
啊，要民主选举啊，现在还有个军人当政啊，然后如何如何，啊，你都要去给他分析。所以同样是回教，印尼的回教跟马来西亚的回教想法有一点不一样，啊，你都要去分析，去了解，因为这法是为了慈悲众生。既然讲慈悲众生，你也不能偏，我每天奉行就好啊，我每天超度就好啊。你要对六道众生，天神在想什么？阿修罗都，所以这个世界不能有战争。发动战争的有两种，就是阿修罗道。第二个呢，人类这些皇帝、军人、亡魂策动技能诶。那昨天我们去军人公墓啊，真怕变超度啊，就希望呢啊更和谐、更和谐。所以无论如何，各位阿弟对一切拢来了解。好，合起来叫做什么？来，菩萨的八关斋戒，你有了解不？你爱了解，从讲我就是安尼想，所以我今日做一个出家人，我要做什么工课？我应该安怎个？不是讲我来开一间佛寺，做大经，做主持，弘扬一个法门，安尼我就会交代啊，甲别个出家人就会毕业啊。你袂使有迄种诶啊，这种发展，因为这种是一种傲慢，我凸显自己安尼。我用好就好，那你是要对整个宇宙世界拢爱关心，无时间走来走去。从各位你要，你敢若讲八关斋戒食菜就好，你就走袂完啊！全台南、全高雄，真侪人阁唔知，是不是？那用这个功德遐尼大，哎，无法度去甲因超度，对往生者，你就要真拍拼，从这个法要把它显现。好，四十二页。有的听到痛不了，要去便所做你去。有的听到禁不了，发个要紧啊。我本来起来就无想要讲话啊，昨下困无饱，然后搁烧声，但系看到各位老母，我就细细念啊。我今日各位下回就看袂到你啊，因为我搁来你已经无伫啊，某咪人呢？中风啊！因为你那个性无要改吼，业障无消除，卜者完全借助找你，你都真正无法度，所以一点都没办法啊！因为我经常在看那些加护病房啦、啊，突然中风的、啊，突然变植物人啦、啊，有些都是佛教徒，但是因为他没有注意这一点，没有注意这一点，虽然很精进，但不消业障啊。虽然消业障，但不断烦恼；虽然断烦恼，而要消业障，但不够慈悲。他冤亲债主也不原谅他啊！所以因缘一来，啊，你没有赶快准备面对无常，都是刚无常的来历，动不掉。出家人也会跌倒啊！所以像我们暂提法师过去过家，而且去过这个屏东啊，跋一个煞卡，对不对？骨头离开。骨头离开，佮医无卫生以后，佮调查哦，糖尿病，我啊拢来啊，啊这个要准备好了，少年的买安尼呢，时时刻刻变化无常啊，所以啊这当然跟自己的心态业会有关系，不是说出家你就解决了，对不对？出家以后更要非常的小心翼翼、认真。啊，像我没有时间，但是我每天在睡之前暗时，我也整个头发拜几个拜啊，然后我一定要认真一下，这样，然后尽力做，那没办法像别人这么，哦，师父，麻烦你来参加三昧水忏，我没办法，你整个久，我整个就背不起来，啊，没办法，所以啊，但是无我拜较少个，家己拜三昧水忏拜三拜，所以啊，但是我有尽力了嘛。个人因缘，但是我不会忘记。咪在讲啊，我旧年拜一遍，今年拜一遍，逐工拢来拜三昧水忏，是拜啥物？来贪嗔痴、三毒消毒、心口意、三业清净啊。三界轮回断毒，而且拜三昧水忏是咧拜这啦，贪嗔痴心口意脱离三界轮回啊，乃至讲咱那个叫做烦恼障、业障
果报账哦。